爱在四月天自从五年前正式成立，每年都会选定前往台湾各地，由全体艺人表演歌唱以及戏剧，和当地民众一起同乐。其实从2009年开始哦，就有一群心中很有爱心的台湾艺人，他们发起了一个叫做方舟为爱的一个活动，那么就邀请了好多好多的艺人一起共襄盛举，包括演唱，包括戏剧，包括跟民众的互动等等的。今年他们特别选择到了台东来。爱在四月天 ARK 方舟行动每年的表演主轴都是希望传递台湾社会的正向力量，借由演唱或者是戏剧的演出，让人跟人之间互动更加和谐，同时能够关怀身边的每一人，实际力行友爱。现在这个纷乱的社会里面哦，那么有这么样的一群艺人，他们可以很愿意的哦，用公益的形态跟所有的乡亲们互动，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一个动力。那这些艺人能够借由他们的公益形象，他们的艺人形象来跟我们乡亲互动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。这次前来台东演出时间在4月11号晚上7点，于台东县立体育场开唱。希望参加的民众前往文化处索取票券，参加这场公益演唱活动。东台新闻吕怡清采访报道。